这是咱台客普济堂大公正路主团，就着咱俊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先生，以及咱所有的技术同仁一同来牵线花团，兄弟娘家，要来欢迎咱台客协议社，感谢咱台客协议社吼，欢迎我们刘作元董事长。也欢迎吼，我们的大溪最有特色的侧头正头，我们的墨斗镇来两侧边退开哦，两侧边往后退吼，来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吼。这是咱台客协议社，咱的目斗镇吼，墨斗镇。这也是我们大溪的特色正头，独一无二。因为我们大溪协议社所供奉的主神是巧圣先师，巧圣先师就是我们木工业的职业守护神。那木工在早期没有量尺的状况下，我们都是用墨斗来测量之后，在木头上挑出了一条基准线来进行裁量哦。好，来降下国的掌声鼓励。感谢咱大家也是谢咱的目斗，感谢咱的目斗组组长吼，组长副组长感谢，代表着咱的正路组团，咱的简宏宇董事长向各位弟兄欢迎致意，欢迎恁大家欢迎。正路组团准备要来参礼，就是咱协议社咱的龙组，咱协议社龙组吼。小妹子，现在在我们正如主坛前后，准备指挥我们的双龙来拜坛，是我们大溪补祭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，我们的黄金元董事长吼。那么，请先在咱的正如主坛头前，要来指挥着咱的双龙，要来准备用咱的正如主坛来参礼。那么，在我们的双龙吼，面对我们的红坛左手边五龙珠的，就是我们黄金元主任委员，他的公子哈，我们的黄义修董事长。咱吴金元，那里吴义修，那里啊，我们两父子哈，两位董事长，为着咱的协议社，为着咱信德宫的信用哈，啊，非常的付出，非常的付出哦。好了，咱先借用兄弟的掌声，给咱协议社两组掌声鼓励。再次用心的掌声，和咱的小弟小龙做掌声过来。那也再次感谢哈，我们大溪普济堂我们的主任委员黄金元董事长哈。
现在在我们正如主坛前哈，刚刚参礼的哈，现在的关田太子是我们协议社的新主，就是我们协议社老主的神将，已经在我们的红坛里面哈，在我们红坛，在我们的龙中凤骨的下方这个龛，我们的老主神将哈，已经奉安在我们的正如主坛。那今天的绕境行程哈，就是我们的新主哈，新众。将军组组长，咱也不是将军组组长，你各位，林志祥组长，待会稍微等一下哈，邀请你。那么嘛，感谢咱大家协力社，咱的将军组，莅临着咱的正路组团前来参礼祝福，嘛要代表着咱大家普济堂大公正路组，嘛是咱政务纪念工程有限公司咱的共同股董事长。以及咱所有筹备委员会全体技术人员，一同向咱大家协力社咱的将军组致上敬意，也恭迎着咱诸位新将祝爷莅临，来参礼祝福，平安万万顺心。那么嘛，感谢吼，为着感谢咱大家协力社，伫咱正路主团伫咧六月二日吼，咱有进行一个点点，来我们做林组长。我们协议社将军组在我们登殿大典，包括我们神将哈，非常大力的帮忙，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神将组，我们林组长，感谢哈，我们林志祥组长，以及咱新咱的啊将军组，所有咱的技术委员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感谢。大家普济堂大公正路主甘宏武董事长。七红清香在端前来恭迎圣驾，清香恭迎来恭迎着咱协议社奉祀关圣帝君卡圣神师，那位文武尊神圣驾莅临，恭迎圣驾，恭迎圣驾。好，采花部队两边准备哈，采花部队两边准备，等一下哦哈。好，有请我们郑董事长就位。大家普济堂大公正路主甘宏武董事长，赐红清香，诚心敬意，恭祝大家协议社奉祀文主卡圣神师，开立为文武尊神光庆文主圣驾座前，行迎驾礼，初敬香拜。再敬香拜，三敬香拜，请献上清香。清香献作前，恭祝卡圣神师、关圣文主、圣诞千秋、千千秋、圣寿无疆、圣圣寿。作前敬备饼礼，礼先请呈现。赐奉饼礼，一道大家普济堂。大公正路主甘宏武董事长，恭祝协议社卡圣神师、关圣文主圣驾座前，迎驾献礼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饼礼，恭祝卡圣神师、关圣帝君，圣德大道、福天地、宇宙同光，圣寿无疆、圣圣寿。早前金币金香浸泡，受礼在宝，八仙贺彩，红绫一座，恭祝卡圣神师、关圣帝君，神威显现，神通万里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金香浸泡，掌声鼓励。恭祝卡圣神师、关圣帝君，圣诞千秋，圣寿无疆。甘宏武董事长双手合掌，再恭向大家协力社卡圣神师、
关圣帝君，圣驾乱叫自情，行三敬拜礼，一敬拜，再敬拜，三敬拜，礼行敬拜，再会恭迎，恭祝大家协议社，甲新年好。恭祝关圣文主1865周年，圣诞千秋，耀庆平安，万万顺心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那么这阵吼，给咱讲究的，就是咱大家协议社咱的社长刘周元董事长，一同来用讲究咱的卡士先生本桥，准备了敬迎亭。